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在云中歌当中饰演刘旭。我平时也是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，我就是不是那么主动，紫色不爽就打。哦，天空不作美，我躺在床上睡，无聊的世界，因为我又添了一朵累赘。看搬家的蚂蚁，我给他弹钢琴，看前面那个，看前面那个，他怎么都不理睬。I'm在哦，天空不作美，我躺在床上睡，我叠了只飞机，扔向了天。平时是不是经常运动？肯定是在农村长大，然后耕地的。怎么十六个？十四个？游戏的真的好棒！小花没有用，你走开。剪刀布，徐当宇的嘛。我们是要给女生戴上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。这有棵树，我爬上去，摔得很痛，痛痛并不 boring、yeah。我唱着我的爱，随着无聊渐变，我坠入一片没有鱼的海，气泡都不新鲜。Nothing wrong about me。完美，哇 ！Just so boring， yeah。唱着我的爱，随着无聊渐变，我坠入一片没有鱼的海，气泡都在哪里？放的不是过墙，是找到那个碎片。